我是阿唐，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然后现在在台湾念书。其实阿唐是台湾人叫的名字，然后我本名叫陈美月。本来衣架不够亮。大的，谢谢。他有在线上，他有在线上，只是没有。就是我们是在一个二 G 的，就 Two Girls 的论坛，然后在那边我发了一个文，就是想要找可以一起看电影啊，可以一起读书的人。那时候阿唐就传了讯息私讯，就说：“哎，我虽然在马来西亚很远，可是也可以聊天啊什么。”然后我们还没有正式在一起，可是其实聊天啊互动就已经很像在一起。然后后来是过了在一段时间以后，决定说好那。确定在一起。如果以马来西亚和台湾两个地方，总有一个是要过去或过来的嘛。然后当时觉得，如果他去马来西亚，应该不大 OK 吧？就比起我来台湾了、啊，我来台湾可能适应啊、语言什么都会比较快。我之前没办法说来这里工作或什么，也是因为门槛的问题。就是没有学士学位什么的那种，他有很多门槛，说你要符合才可以在台湾工作。然后后来他就说不如来念大学，然后之后就算结婚，那个婚姻平权没通过，至少也可以有工作机会，可以留下来。我就像一个结了婚的人，就下班之后就是要回家陪家人，然后陪太太这样子，就比较不像说真的是十八九岁的大学生，他们就是会很想要就最好不要回家，然后最好就排得满满的，然后上山下海哪里都好，就都不想要待在家里，对。然后我就不是那种心态。现在我是用学生证，那我也想说，那我毕业之后，我要想办法弄个工作证。就是如果有一天没有工作的话怎么办？是要回国。就是这个还没有达到说，如果是结婚后可以疫情的住在台湾什么的，那种才是我想要的安定。就是有一天如果我可以结婚，然后不用再为
居留证而担心烦恼。哎，烤箱的东西哦。对呀、啊。真的吗？你看它102年烤的啊。嗯。嗯。所以我应该先看法规不是吗？不是，因为法规你看了你一定会忘记，而且会打瞌睡，所以你带回去是多带的。它那个要需要翻译啦，那你觉得我要看哪一个？需要翻译啦。我觉得带这个就够。就是80题100分嘛，一题1.25啊。没有，我是说这、意思这80，这80不是80，这样子啊。嗯哼哼。啊？真的吗？我要考4科啊！可是同一天吗？对啊。对啊。替工背哦，我之前跟你讲，你都忘记哦。Hello， 没有送他回家。嗨，你好。你要先回过年哦。对呀、啊。这么早？没关系，你可以送我。哎，你包什么？我准备包包谁的？好，新年快乐。这里只有那边，所以是那一边啊。看起来就不像。坐车到，停车，请勿按下公车把手。其实不是刚才是同志，多数同志啊，要有的支持的不能去，所有人不能再去的。台湾应该是这个真黑，真兴奋哦。因为台湾环境是为什么啊？没有没歧视没那么严重，是吗？嗯。不过你要知道，它是华人社会，传统古老，能够接受吗？因为吧，如就好像你跟凯莉在情形的时候，如果 你知道他父母知道吗？一般我们要对，一般是一个难关。其实也嘛，不尴尬。其实我唔知，唔得咁讲。特别也嘛，诶，只要有时我定个唔，只诶，歹，怎样讲？别扭，歹势，只样咯，爱招准，只该特别去食饭啦。我爱较谨慎，买别扛啊，是方便啊嘛，所以。所以我会有压力嘛，
然后有时想要，然后一时来一道，然后场面就不一样。一时到我就感觉你讲我免去啦，你搞恁讲我无用啊，我很容易就变去啊。其实我在马来西亚，在同志圈，我朋友真的很少，然后我也不知道马来西亚的同志到底是在哪里啊，还是什么的，会有很多，可是没有很表现出来，因为马来西亚的环境毕竟不大能接受，所以我才会什么会一直去看台湾的网站啊什么的，然后觉得说哇，好多同类哦。我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留长发，小时候比较不懂得说人家会取笑啊，会什么，只是中学的时候开始会怕人家取笑，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这种，这种的时候是我最开心、最喜欢自己的。好一个呀，好一个，你我喺做工还是不喺吼？搭车。搭车。哎，做工坐的呢，我唔知。啊，平音呀嘛？哟，我等等都发音不出来。我真正好啊，可以了呢。我唔知，我唔知，我有我数的在哦，我未晓的也唔知。查某甲查某啦，对啊，甲查某甲达波，有啥物无相？无相讲会成惊，甲未成惊，是啊。咱教伊达波啊，念念教路嘞。对啊，是啊，慢慢管咯。我教达波念教路，念念爱教路，爱念爱念，安怎好啊？咱也未改做啥物啦，是哦。念多吉心咯，烦恼。要把那个人咯，无，啊，那朋友对你好好多咧。把那以前那朋友啊，以前那，啊，都会包啊。搞外包，搞饮料。有一天，我姐就跟我说：“你那个凯莉来的时候，你们要不要敬茶？”然后我说：“哎，敬茶。”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啊。”我妈一开始她也说好像有点怪怪的。然后我姐说：“不会啦，不会怪啊，不然你当认一个干女儿。”我爸爸不在了嘛，我大哥在我家里扮演的有点像爸爸的角色。然后他一般都是很温和，然后不知道他想什么，到底他不会讲出来的那种。可是那一次他就说要办那个宴席，然后那时候我就好感动哦。如果结婚的话我会更安心，虽然说也会有离婚啊有什么的那种事情，可是我会感觉都是一定就是他这样子。如果没有结婚，我会觉得搞会不会被别人抢走还是什么的，就有那种感觉。你这边西洋还西洋的？西洋就是听小，就听小。西洋。我安尼混了，我去发了文，唔敢去企业的啊，我。但我咱也无家己人伫边无亲戚哦，有啥物事看袂着啦？安怎？咱安怎去找伊？是啊。
要高了点，点呐点呐。我爸在世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我是同志。我先跟我妈出柜，然后因为我要来台湾见前任，那时候我爸还在，然后我就没跟我爸说，我爸就以为我是去台湾旅行而已。然后同样那一年，我爸就过世了。其实我有想过，我老年假设只剩我一个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留在台湾，因为我觉得在台湾会在台湾是因为有凯莉，然后会有凯莉才会让我觉得那个地方比较就是亲切感啊什么的啊，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一个人，我可能会选择在马来西亚，可是我又想到说，如果我已经脱离这个环境很久了，我已经长期在台湾生活了，就突然再回来有可能也不 OK， 就已经不习惯这里还是什么，然后这里也可能也没有朋友啊，可能朋友都在台湾啊什么，就是我会一直去想这些很矛盾的东西，然后不知道以后到底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它这边就可以隔绝马路的车身，所以如果这附近不要有车走的路，这边好像比较少，这边是比较少。你是害怕你妈问你什么？她说你，如果我妈问说啊，你明天要不要去？会啊，何韵诗有来啊。对啊，会，何韵诗有来。好，会啊，好像啊。啊，你去那边都同志的地方，我那么多同志朋友，我当然要去支持他们啊。这是我们人你人类应有的人权。没有什么啊，他跟一般人一样而已啊。对，这样就跟一般人一样。对。喂，妈妈，嘿，到家了啦，嘿呀，明天会去那个，会去音乐会。哎呀，因为想说何韵诗会来，我想去看一下，虽然短短的，可是因为就想说很多朋友都会去，那我就是去吼看一下何韵诗，看有没有看得到这样子。哎呀，好，明天再联络。好，妈妈晚安，拜拜，晚安，拜拜。想太多。你回家以后打电话给我，你听到这种话，你会不会怕嘛？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以前有一次啊，也是我们在从正大散步回家的半路，也是这样子在找一个小巷子，然后就很紧张的讲，然后没事。
啊，细胞不了十几万个。这样子你出柜的时候怎么办？因为心脏停掉、啊、就还没讲完就拔。我觉得很奇怪，我明明就觉得我准备好，我觉得我可以出柜了，可是我还是很怕这些事情。没有，我觉得你除非是被逼着出，而不是那种说真的你自己准备好，然后没有任何的压力或情况下，你自己走去跟妈妈说，对不对？嗯，我好几次有这个冲动，可是不敢，做不出来。我觉得你还不到，还不到，因为你看你连讲一个电话都会让你紧张成这样，你怎么会有可能去讲这些？那个限制的感觉跟拘束是我不喜欢这个家的状态。他的吃衣食住行和他的学习，他什么就是他妈妈都会每一样都帮他打点好的那一种，然后他也必须跟着妈妈的去做。没有啊，其实我理想中的伴侣关系或家庭关系就是大家像朋友一样，因为你不用因为说这个人是爸爸或者这个人是孩子就必须要有不同地位的对待。我喜欢说就是不管说今天未来有没有可能有孩子，那如果有孩子的话就像朋友这样。那我跟阿唐之间以朋友的方式相处这件事情是一开始就到现在就有。今天要打这边啊，好勇敢哦，好勇敢哦。哇，嗯，你快变成我在前几天有梦到知道、嗯、真的吗？对啊。那后来怎么办？后来就醒了、哦、可是我不在还没醒之前我没有觉得那什么。嗯，是嗯。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同志婚姻合法是第一步，是至少用公权力用法律证明这个国家就是没有歧视我们。我相信台下很多人跟我们一样，我们已经戴了戒指，我们有一辈子的诺言，我们不管是为了什么原因，我们想要相爱相守，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结婚？为什么异性恋已经不要结婚了，已经离来离去怎么样怎么样？因为这就是最基本的保障。我们为什么要看到这么悲伤的画面？我们为什么让父母跟子女在一个河的两岸，在一个道路的两边互相对抗？为什么要这样？我们不要这样，但是我们要坚持下去。那么喊一下口号：令利专法，令利专法就是歧视，就是歧视；令利专法，令利专法就是歧视，就是歧视。终于好，终于没忘记你吧。
Yuki 又回去吃他的饭，还好我们要吃，还要留给他。两个都互吃，可是那么不好。我那个辣椒有辣。哎，太太。嗯。还好你没有去讲男人。为什么？你嫁男人的话，就我就吃不到啊。或者是你去娶别人，好像也一样。正式认同自己为女同志之前，我对于跟男性结婚这件事情，什么年夜饭不能一起吃，就不能跟爸妈一起吃，然后很多什么事情要分夫家跟娘家，我会觉得天哪，这对我来讲是太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我要因为一个婚约、一个结婚、一个证书，然后我要开始跟我的家人，就是好像有点隔阂，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婚姻。同志跟同志的婚姻，它是可以打破这件事情。反正我们的婚姻就不是所谓的男女的婚姻嘛，那自然而然也没有谁夫谁妻，谁必须以谁为主这种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可以打破这些所谓的传统限制，那婚姻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是接受，是喜欢的。我小小，我只是觉得我喜欢女生，可是我最后还是一定会跟男生结婚，生小孩。快三十的时候，那时候才会觉得说，我是可以不用结婚。就是我那时候才开窍说，其实好像还有另外一条路是可以走的，其实我可以不用勉强的去跟一个男生结婚生小孩，我是可以就是跟着我的心去选择说我跟女生在一起生活。因为同性恋这种东西是很久就知道了，可是就想说自己可能家里啊还是环境什么，就是没办法接受，自己应该无法去做这件事情，直到三十岁以后才发现说其实是可以的。就是我也不知道，因为豆包我们那边是没有的，我们没有放豆包的。那就不用啊。那个怎么卖？妈妈，你的七叶兰怎么卖？头味可以煮饭。我知道是香兰叶。我来讲，伊这个分叉，阿弟阿家己分。好。谢谢。哦，因为马来西亚都会用这个来煮，煮甜汤、豆浆都会加这个。它加一点味道。对。它会更香啊。更香。对。姜吧。姜，要嫩姜。嫩姜。那边是老姜吗？你第一次饭，我问他说你不吃，你有没有什么不吃？他说我都吃，只有茄子不吃啦，哈哈。为什么茄子不吃？